不要误会，本王说过会亲自杀了。转人了，王爷，快走！站住！别跑！拿着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要杀我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要自相残杀？王爷，快走！王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！玉王殿下，不是我不救你啊，我要是救了你，我就没命了。我先走一步了，你自求多福吧。那么重啊，挺沉啊你，累死我了。不会救我？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客气啦。好歹我也是心地善良，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。你抛弃我逃生说的话。是这附近啊，在哪儿呢？就是他啊，怎么有点晕晕的？大姐，婉婉，可哪里还有不舒服的地方？赵荣贤怎么样了？找到了吗？没有找到。他受了重伤，若是不及时找到他，他定必死无疑。赵荣贤，赵荣贤。赵荣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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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？赵荣贤，老娘来救你了，你在哪儿啊？老娘没有不管你，你给我出来！赵荣贤，我真的死了吧？你找我啊？真俊俏，你醒了？这是哪儿？苏府，婉阁。你不知羞耻，把一个大男人藏在你的闺房。你看看你自己还是男人吗？苏相文，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气大伤身，气大伤身。